主任是我，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去这个啤酒节。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这，你们随意。随意什么呀？你别走。今天先不弄了，你先走吧。 咱们非不可。谢谢啊。你别走，你进来。我真没看见。你进来，我有事找你。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看。哎呀，你别吵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不行，我帮你把那女的叫来，请我来出行吗？嘘，你看。 干嘛呀？纹身啊！纹身？你四个字也太难看了吧！我也觉得很难看，所以我让他走了。哎，那你这么大人，为什么非想要纹身啊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任凭情感做了一回决定，不怎么样。我要没让你纹精忠报国，你为什么要纹这四个字？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岳飞，我就让我妈想给我背上画这个字，我妈不给我画，后来我哥让她画，她就给她画，我就心里一直很嫉妒。长大了弥补一下童年的缺失有什么不好？嗯，特别好。我估计岳飞看你这四个字能气得把晚饭都吐出来。跟你一样，做事从来不计后果。别笑了。 哎哎，我想叫你去啤酒节呢，但是我看你现在这样，应该已经喝大了哈。那，嗯，开门。哇塞，我来的不是少。你们继续，我走了，没事。别啊，你跟弟弟喝酒吗？ 祖祖呢？还说呢，那死老外，我跟他解释了好多遍，他非觉得我跟你是那个关系，他说他不想当电灯泡就不来了。他真是多操心了，咱俩是绝对不可能。等你转正了，我就是你上司。你这个人说话吧，老有另外一层意思。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是说我不会被踢出高分院了。 但是我要是顺着你这句话说呢，你肯定就有后半句等着我呢，是不是？这次没有。你别装了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你就说吧，我受得了。我要说的是，高帆燕也需要脸皮厚的人。我脸皮厚，我还脸皮厚。 我只是一个正常人，我在叙说我的要求，好吗？啊，有些人倒是脸皮薄呢，暗恋人家这么多年都不敢说，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哎，但是作为朋友或者未来的同事，我觉得哈，我有必要告诉你，你不能做什么事都那么要求完美，你不能一直那么端着。 你要放松一点，有些东西要懂得变通，变通了以后事情就解决了呀。虽说好饭不怕晚，也不能把自己饿死了，对吧？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起码有一点说对了，作为朋友。真的？你把我当朋友啊？ 见过我喝醉酒失态的人不多，如果我们不做朋友，那我只能灭你口。呀，是你。
La Chine antique a connu un héros national qui s'appelait Yue Fei. Vous voyez derrière lui ses Amérindiens en train d'adouer sur son dos. 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民间传说，接下来我来讲下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家境不好，一直靠勤工俭学上大学。记得大一那会儿，我们学法语的同学很多都自费出国，我家的能力做不到，我又很想看到外国风光，就去图书馆借了许多画册看上面的画，莫奈、高更、雷诺阿等等，我每次都能从他们的画里看到不同的风景，一边期待将来有条件能到他们画过的风景里去看一看。后来大二的时候，我真的得到机会作为交换生去了瑞士。可让我惊喜的是，因为有了画里的风景，我更能体会真实的风景给我不同的感受。其实我没有遗憾，而是应该感恩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大家，祝愿大家在好的风景背后有好的心情，欢迎你们能再来中国。 J'espère vous revoir en Chine。J'espère que cela vous apporte le bonheur. À la prochaine. À bientôt. Merci. 对，教费是个有趣的。我是他上司。哦，是这样。拜拜。我挂了。拜拜。你救了我一命，真的谢谢你。我会非常想你的。人的未来在我的国家，怎样？有棚子发过来，你也重吃。成，你生病了吗？要吃药。阿彪哥，老杰，我的礼物在哪儿？礼物都送完了。这个可以送给我吗？你喜欢这个？对呀。好呀。你以后会经常想起我。谢谢，我有你的地址，回家寄信给你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每次都是这么十八相送，迟早会破产。我尽量给客人留下好印象，下次有这种活还找我。还想有下次？
我要不是这次看你实习工资被扣的差不多了，我会帮你找这种人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关心人了？前300页的单词都没问题，可以随便考。是吗？转正考试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发工资啊，谢谢。这是你这几天的错误汇总。有这么多错误吗？这太多了吧。哎，这个不算，我当时在说这个的时候被水呛到了。那就注意下次别被呛到，这次算错误。简直弱爆了我！其实也没那么差。不是，你看我错的这些好多都是特别基础的东西，是不是我在语法还有句子的使用上特别不地道？那我这次考不上可怎么办？去法国文化中心报一个口译班，对你会非常有帮助。程主任，我绝对要为你证明，你是高翻院最有人性的老师。你突然看起来特别慈祥。啊，我为之前给你取的外号跟你道歉。他们之前还给你取过一个暗黑骑士，我人魔是我在不认识你的时候给你取的，你喜欢哪个？暗黑骑士。嗯，人魔吧，听起来比较有霸气。是吧？你这回的外快刚好不够口译班的学费。谢谢。现在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手帕吗？怎么不还我呀？还你，还你。也不给我洗干净。你钥匙又不见了，哪儿去了？啊，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？行吧，我再想办法吧。啊，怎么样了？佳一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，我明明看着我的钥匙包跟钱包放在一起了呀。你的钱包是不是放在腰包里？你看到了？我看到你的腰包送别人了。哦，那钥匙应该在腰包里。恍然大悟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主任，主任，送君千里共婿一别，不用送我了。我得知道你住哪儿，省得你到处乱跑。你好。开一间最便宜的吧。今天只有一间大床房，358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身份证。身份证。哎，主任，你这样下去，我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了。400块钱。我在那边签个字。小姐，这是你的卡，768。谢谢。哎，你不用送了。我送你上去。别那么客气，少侠留步。
我要退房。你好，你不是刚刚才办你的入住吗？对啊，可是我刚刚有急事儿了，我房门都没开，可以退全款吧？我看一下，那好吧。谢谢。师傅，咱们回刚才那个酒店。你好，我找一下麒麟路的乔小姐。乔小姐刚刚退房走了。走了？嗯。往哪儿走了？不知道。我亏你想得出来，50块钱，管吃管住，还有沙发睡，我睡358的，我折寿。乔飞，你好歹是个法语翻译。谁规定法语翻译不能在网吧包夜了？我高翻愿意没说。跟我走。今晚你住在这儿，我回家。这里是企业捐助的，我和李雷韩妹妹都住在这儿。市区有个这么个地儿，我们赶翻译比较方便。什么企业这么有钱，这么支持翻译事业？问那么多干嘛？住还是不住？住啊，这种档次才配得上高贵冷艳的程主任。我能参观一下这么高档的地方吗？随便。书啊，我可以给你办个借书卡吗？想看什么书就拿去吧。这么好。洗手间在外边，热水器应该打开就有热水，你早点休息。主任。说他搬到公寓来住了。啊，家人喜欢喝我们公司的红酒，我搬了一箱过来。方便搬进去吗？方便，方便，特别方便。快快快！
文老师，我跟程主任，我们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。没事儿，我今天来其实想把这个给他。这个是我们公司和合作的酒业经销商酒会的请柬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把这个拿给他吧。回头你要有时间，你可以陪他来。我跟程主任没那么熟，我先走了啊。哎。程主任，怎么了？你慢慢听我说。我觉得刚才文老师来了，他误会咱俩的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是啊。哎，我觉得你还是找机会跟他解释一下吧。他看到我在你们家，他那个表情不太自然，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。那是因为他把我当弟弟了。哎，不，你听我说。看到弟弟家有女人，不会是这个反应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呀，我觉得他也是对你有意思的。你们俩啊，现在就是有一层窗户纸没捅破呢。我跟你说，真没事儿。你不就是觉得他是你哥女朋友吗？那公平竞争了，反正他们又没结婚呢。你得对自己有自信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没听见我说呀？你给点反应行不行啊？喂 ，Hello。哎呀，喂，喂 ，Hello， 喂，喂。没睡着了吧？走楼梯。哎，乔飞，走啊。早，陈主任。早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我没你，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。
虽然我没看见脸长什么样吧，但是身材好像挺不错的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带来让我们看看？好啊，我考虑考虑。乔飞，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胃疼？早饭渣子掉衣服上了。好了，下午有个会，直接跟我去资料室准备一下。嗯。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别理他，他这人就喜欢夸大其词。是没有太夸大其词。出差还顺利吗？哦，挺顺利的。你别说，乔飞的办法虽然有点怪，不过确实挺好用的。主任，你要的资料我给你用便签分类好了。很好，去吧。这波招进来的，如果能有乔飞一半的素质，我们每天就不用忙得要死了。都要像他这样的，咱们只能更忙。吃了吧，听说这个会开开很久，还不管饭。谢谢。休息20分钟再回来。那我去趟洗手间。嗨，你累了？听你嗓子都哑了，给你拿点吃的。这又不治嗓子。你之所以嗓子哑了，就是因为你太疲倦了。你把这个吃了，把这个喝了，5分钟血满格。有这么神吗？你试试。布鲁诺·马索当初若是无胆量拯救圣彼亚，那么血腥大屠杀就会发生，国际社会的荣誉也会被嘲弄。一边是军事干预引发的鼓噪批评，另一边在外交及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却相对冷漠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60多个国家在商讨帮助叙比亚建设未来。对此，一些人不但没有为之喝彩，反而匆忙挑剔，欲在此次成功中寻找什么无耻的利益。他们以一份源自某子虚乌有组织的假文件为依据，企图使人相信所有的干预行动全是为了。等一下，他们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我是新的。走吧，没人了。你不会给陈阳阳下药了吧？下什么药啊？我就是看他太累了，给他点兴奋剂。谁知道那东西那么利尿，他肠子还那么通顺。什么兴奋剂？给我也来点。你就算了。听说了吗？程家阳有女朋友了。传得这么快？他跟你说的？那就是真的了。我是今天早上听李雷在电梯里面说的。谁知道了？不知道哪个女的那么倒霉。倒霉吗？你看程家阳他。人品也不错，家境也不错，都挺好的，除了脸臭一点。乔飞，你竟然替他说话？你疯了？你肯定疯了。
你不会得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了吧？对威胁你的人有好感？切，别瞎说。哎哎，别走。嗯，菲菲，你那法国团带的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艳遇啊？没有。你这行不行啊？人家都是认识一个老外，谈一圈跨国恋，您这倒好，认识一群一个没捞着。管他是不是老外，没有喜欢的有什么可谈？哟，我忘了交给人魔了。嘿嘿嘿，这个是什么？你别看，哎，给我看一眼。哎，这男的我认识，这不周南吗？这个，啊，没看错吧？这怎么能看错呢？他以前东东男朋友，后来生意做大了，就把东东给甩了。东东是谁啊？以前做模特的时候认识一朋友，那他们俩为什么分手？听说这男的脾气特臭，人还特别滑，渣男呗。哪天有空见一面。谁啊？骚扰信息啊？我发错了的。哎，你跟你那个医生男朋友怎么样？你回来以后你联系他了吗？不怎么样，欲擒故纵。我担心再这么纵下去，我俩就真得黄了。我已经把他给约出来了，这次高低得说清楚。这么骚扰老娘算怎么回事儿啊？来了来了来了。早上好，大哥，你看看表现在几点？七点一刻。我值夜班啊。哥哥，我要是休息不好，我给人家多来一刀，你负责啊？妈给你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稍等，我查一下。你还是人吗？钱不够还得让我帮你退回去是吗？你要是愿意，你就替我跑一趟。哎，这个啊，不用了啊！你妈呀，还给这个卡里面多打了2万块钱，真大方。每次你的烂摊子都得我帮你来收拾。你大爱无私，行了吧？不过这有些人啊，他天生就爱给别人擦屁股，你怪不得拉屎的。你以后有事找我，别老烦爸妈。哟，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啊。不过你没钱，找你没用。有完没完了你？你跟谁俩？别动我的，你把我头发弄乱了。我，别了，放手。你先放手，你养吗？你先放，我不。你放不放我就不。一二三，一起放。一，二，三，一二。你厉害了，张伟。我的发型，我的发型。看打你哥了。给我倒杯水，自个儿倒。就你这样还配当哥？我不用，我脸又没受伤。那还不是因为我手下留情？你说。你怎么能真下得去手啊你？笑什么呀？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。我像谁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，让我一次次的干擦屁股的活还生不起气来，一个是你，还有一个是我那个倒霉的实习生。
主任，您还没给我布置加班任务呢。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，有一点。为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觉得我都会无意的做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，然后被误解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那是因为你过分在意别人，忽略自己才会这样。你今天的状态不适合工作，回去吧。没有没有，我消化能力很强的，我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的，你放心。你看，你现在就在在意我，忽略你。不想回家，我看到你心情还会好一点。是吗？我就想，你一直以来都被那么多实习生坚定的讨厌着，你还能活得这么自我，我有什么可抱怨的？你是在赞美我还是在祝福我？祝我永远是那个自以为是的程家阳，是吗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机密文件啊？坐这儿，我请你看电影。好啊，咱们玩一个配音游戏，我配电影里所有的男生部分，你配女生部分。好啊。你想看看我在干什么？我以后给你看。我还没做好。你怎么哭了？他看着他，在温暖的微风中，大花园的阳光下，他看着他，他看着他。那天的花儿是我特意买给你的。好，活灵活现，简直就是罗密欧与朱。三米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何止认识，还好过那么一段，是吧，亲爱的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么长时间没见，连个拥抱都不给我吗？啊，勾搭上我弟弟了？哥，你放开人家，你放开人家，这在单位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英雄救美是吧？啊？巧了，当年我也是英雄，怎么现在成流氓了啊，乔飞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。误会？没有利用价值你就当我误会？我为了你
从心理学转到神外，为了你去瑞士深造。你呢？拿了我妈的钱就跟我分手，现在又缠着我弟弟，你是跟我家干上了怎么着？我没拿过你们家一分钱，我也没让你为我做任何事情。哥，你冷静一点，我觉得你们之间肯定有误会，咱们坐下来说开行不行？什么误会啊？哪儿那么多误会？她就是个只认钱的女人。哎，哥，你放开人家，你放开什么？哎，你给我出去！在我单位你干什么？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是不是傻呀？她就是需要钱。你需要钱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当初就是这样，装的可怜兮兮的样子，骗子，卑鄙。我没骗过你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们是不是在一起谈过恋爱？我们一直都只是朋友啊。朋友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我那个时候就说过我们不合适的，你记得吗？我说过的。拿我妈钱的时候可没觉得不合适。我没拿过你们家的钱。我去瑞士以后，你就是拿了我妈给你的10万块钱。乔飞，我不计较钱，真的我不计较钱，我只是看不起有人利用感情来骗我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那个时候，我确实只答应过你，我说我们可以相处试试看。后来我发现我们不合适，你自己也发现了，我们根本相处不来。小飞，赶紧回家。赶紧回家。不是像你想的那样。但我现在解释不清楚。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，赶紧回去准备考试了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在医院包扎一下吧。事儿还没说完呢，你为这事儿毁了手指吗？现在在我单位，求你不要闹了，行吗？走，走。就像一出噩梦，在我面前清晰地展开。这个梦，我以为醒了这么久，结果还是在梦。乔飞吧，请坐。有什么悬在心里，不开心吗？其实不太想说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的老师和同学说你已经郁郁寡欢一阵子了，还有严重的失眠，是不是？和我说说吧，我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你可以信任我。知道怎么说。这样吧，你随便拿这屋里的东西，拿几件代表你和你的家庭。这个屋里吗？对，随便，找一个吧。比如说，那个盆栽能代表你吗？不能。那一定要找一件代表你的。这个吧。这个代表你。那你的家庭呢？
这个吧。你觉得漂亮吗？嗯。很有趣，你的描述。在你的自我认识中，你是一个背负重量的形象，甚至需要扮演成超级英雄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困难。我们再来看看你的家庭，你非常看重家庭，家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美好的。对。但同时，家庭在你心目中又特别脆弱，特别易碎，需要你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呵护，甚至去维持保护，对不对？不要急，有些人对心理咨询存在误区，认为就是解决问题。其实心理咨询更多的是为了疏导，有心理问题是正常的。你肯来咨询，就是迈出走向更健康的一步。我也知道，说出来比较好。可是，哎呀，也不要逼自己。记住，永远不要强迫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是有心理疾病。告诉自己，只是发生的事情多了，把心有些堵住了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找信任的人聊一聊。我不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亲人，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。你如果需要或愿意的话，可以和我聊。今天就到这吧，下次愿意的话，再来。真好看。来了，知道你们女孩喜欢，特意为你买。喝茶吗？不了。那你坐吧。你不用紧张。如果你不愿意说不开心的，我们可以随便聊聊。我妈妈。还有27天就做手术了，我已经连续一个月睡不好觉了。你失眠症状这么严重？海绵状血管瘤，你听过吗？我知道，是神外的难题。医生说周围血管边界不明，所以我很担心手术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个手术要做，很重要的啊！对不起啊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他说风险率60%。他正忙着做手术，没空详谈。他的话呢，最多只是个建议。这样，你明天把你妈妈之前的化验结果都带来。我在试着约约他，手术最好让他做，他毕竟是这方面国内的专家。真的吗？我知道他特别难约。佳敏，心理咨询医生最关键的职业准则是什么？不能和患者发生感情联系。佳敏，你知道的，结束一段咨询以后，如果在生活中和患者偶遇，我们应该当作不曾相识，这是专业操守，不能和患者有深入的接触。你不觉得你和乔飞走得太近了吗？啊，听沈外的同学说，你还为他介绍医生是吗？主任，您不知道情况，其实啊是为了他妈妈。这不合适。虽然你现在只是个实习医生，这样吧，我来帮乔飞换一个心理咨询师。哎，主任，我不同意换啊。我坚持要做完乔飞这个疗程。佳明，你还真得多吃点，你看你又瘦了，学习再忙吃饭也得注意。还有佳阳，你马上要去摩洛哥了，你吃不好睡不好的，我有多担心呢。你要去摩洛哥待多久？半年到1年。你什么时候去英国？不去了，准备留在医院。不去了？剑桥大学流行病博士很难申请的。我还是不想搞研究，国内病人多。对了，我要转到神外去，我还是想上手术台。你一会儿留学搞研究，一会儿留下来做手术，一会儿补习心理，一会儿神外的，你这样是对病人不负责任。
学医是你给我选的，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是为你好，专业不能总换。对呀对呀，佳明，原来你不是喜欢心理学吗？我最喜欢的是翻译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这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，你总换专业，将来对你不利的。这次确定了，不会换了。你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身外也是医生，我做医生，你不就心满意足了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哥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动手术吗？吃你的饭。是从那天懂得不再无话不谈，是从那天开始拥抱变得为难，情人间的温暖自会现实了断，心事交换成为一种负担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我还要感谢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人，乔飞，请上来。他在我最孤独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希望，从来没有人能够这样的。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你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不可能当场拒绝你。我比你了解他，他当时只是害羞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需要一个人来告诉他。我了解到的乔飞不是这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在感情上的犹豫才给你这样的印象，他一定不是那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。你很了解他吗？我挺喜欢他的。对他来说，喜欢不是关键，钱才是。哥，你要是以前真的喜欢过乔飞，你对他应该有起码的尊重。我不尊重他吗？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，你女朋友背着你拿了钱跑了，许多年以后突然你发现他跟你弟弟好了，你还能像我这么尊重他吗？你呀，就是被家里惯得太好了。乔飞和你不一样，他是吃过苦的人，他为了证明他自己比那些靠关系靠父母的人强，能做出什么来你想都想不到。有一点我承认，他比其他人的韧性都强。韧性？韧性这个词儿我得跟你好好解释解释。这个韧性啊，说好听了叫坚强勇敢能屈能伸，说不好听了就是看遍世态炎凉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一边稳住我，一边跟你亲亲热热，这个就叫任性。菲菲，菲菲，开门啊，菲菲。佳明。你想分手就好好给他个理由，别把人伤的人不人鬼不鬼的。老师，我们没在谈恋爱。好多人看着他跟你表白。哦，我多事，你自己跟他说。佳明，佳明，你别吓我。
我就是一多余的人。 起来好不好？你的病人需要你，你快点去上班吧。那你呢？你也是我的病人。我没准备好谈恋爱。我好想你。谁是乔飞？ 那下课再来吗？哦，老师，你体谅一下，我们是限时的，送不到要赔钱的。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哇！你等着，你看到了吗？哇塞，这些都是你说那姓高那男的送给你的？不是，你就不会不要吗？不行，他上次送了我一条项链。 我们要他就直接给扔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攒着一起给他送回去呢。我要你呀，我就从了。我怎么就遇不上这么好的男人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刚刚你给我看那包特别贵，你干脆别还给他自己用吧。不行，要不你报警，你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。哎呀，我觉得再忍忍吧，反正他马上要回上海了，到时候我觉得不见面。 对，不见面说可能会好一些。你不是要去上海吗？你不是要去那边考研吗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我这学还能不能继续上了。哎呦，那你怎么办啊？乔飞，你不开门，那我砸门啊！菲菲，怎么了？ 高佳明来找我了，他又来找你了。他要是再来纠缠你，咱跟他拼了。他去高分院找我了，他都去院里找你了。那你赶紧跟你们院领导说呀，别让门卫放他进来了。他是程家阳的哥哥。不会吧，这么巧的事儿都有。不过这也能说得过去啊。我就觉得他俩哪一点怎么那么像呢？ 你说你喜欢的人怎么都具有一股人渣的气质？一个三四大狂，一个恐惧。行行行，你别数落我了，你先帮我想想怎么办，我会烦死了。办法倒不是没有，但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到。什么呀？就是无论怎么样，你都不能再搭理高佳明了。就算他生病、堕落，甚至死了，都跟你没关系。能做到吗？不想伤害他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你就伤害你自己吧。 就知道跟你聊了也是，就你去吧，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吧，烦死了。看看要吃什么？我不饿，你点吧。不饿也看看，这都到饭点了。 有些事情必须要勇敢面对，不能总逃避，知道吗？是。吴佳怡，菲菲，这件事情不能逃避，总要解决吧。啊，好好聊啊。上次见面不太愉快，我道歉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 你欠我一个面对面的结束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我高佳明爱过的人，你总不希望我这一辈子都纠缠在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情境吧？佳明，对不起。当时是因为我不够成熟，我一直只想着逃避，所以用了最不好的方式。笑话。 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以为我们很合适、很默契，可你只想着逃避。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没做错任何事情。我知道我现在这么说特别矫情，但我不爱你。那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我一直以为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为了你妈妈的病，我选了神外去瑞士学习。看来是我错了，我给你添了太大负担。我们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以前的事情了，是我不好。如果我再果断一点，再坚决一点，别再瞻前顾后的怕你受伤害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现在唯一觉得受伤害的不是分手，是你缺钱不跟我说，然后背着我去敲诈我养母，太卑鄙了，太让我开眼了。我不会解释我没做过的事情，继续。别躲呀，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，你想躲我也没那么容易啊。我来的目的就是说清楚当年的事儿，不留遗憾。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当众向你表白，让你难堪，没有为你转专业，结局是不是不一样？我们别再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也对，没有意义。我这个人就这个臭毛病，什么事情都爱努力争取，显得特别急功近利。你喜欢的是我弟弟那种成家的正派公子，与世无争就一切都送上门来了，是吧？要是你觉得讽刺我能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话，你随意。乔飞，对不起啊，每次我和你说完话我都特别后悔，但是每次见到你又这样，总拿最难听的话来说你。哎，我真不想这样，乔飞，你不要再躲着我了，我们都不是当年的自己了。就算你再讨厌我，我们还是朋友吧。怀疑我，不相信我有这个诚意。这么着，这么吃饭没意思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。先生您好，您是买房的还是租房的？我租房。想租什么样的？什么样都行，最关键的要在隔壁的小区3号楼里，只要在那栋楼里，我可以多付中介费。如果要租到1楼，我付双倍。先生，您等着。不好意思，先生。暂时没有符合您要求的房源，这样吧，您留个联系方式，有消息我就通知您。
这么巧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住这儿，你也住这儿？房子情况就这样，如果长租，物业费我来付，水电煤相关费用你承担。长租，你合同吧。不行，你不能住这儿。哎呀，那太不巧了，我们都已经定了，是吧？姑娘，别影响我做生意啊，这房又不是你家，你说对吧？你上班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等会儿我来签合同。好嘞。是乔小姐订的车吗？是的。树挪死，人挪活。你往里坐吧。你来干什么啊？师傅，开车吧，小两口吵架。师傅，这车是我订的，你别听他的。这车呀，我是下不去了。你要是想能耗呢，咱们就继续在这耗着。你们走不走？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走吧，走吧。别那么小气嘛，蹭个车有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搬到我们家对面来？你想纠缠到什么时候？说话要负责任。昨天我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？过去的往事一笔勾销，所以我有权利选择重新开始啊。我以前对你还有愧疚，现在只有厌恶。哼，厌恶我？只喜欢高贵的程家阳，你以为他对你是真感情吗？他只不过是习惯性的对人好而已，谁惨他就爱谁，要不然他怎么能暗恋文小华暗恋这么多年？你别说了，我们俩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太好了，他马上就要外派了，那天看你们情真意切的样子，我还真是觉得有点不好办。他要外派？你不知道，外派个3年5载，然后升职，再找个外国女人结婚生孩子，连我都知道。我知道啊，他迟早要当外交官的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做了挑拨离间的坏人呀？今天乔飞会来吗？不知道啊。哦，那你不去监考啊？我就不去了，我下午还有个会。马上要考试了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我现在去接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送他来的。看来你又慢了。小飞，赶紧去考试。好好考啊，乔飞。Depuis l'Antiquité en Occident. Quant à la philosophie, elle vise par un discours rationnel, le logos, le mot philosophie, littéralement l'amour de la sagesse, désigne une activité et une discipline existant depuis l'Antiquité en Occident.
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对转正，好期待。没什么好期待的，只是比现在更苦更累更高标准就是了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，因为程主任的提议呢，你们这批实习生的要求比前几届都高。啊？怎么个高法？增加同船训练呗。李主任，是转正以后都要做同船吗？ 不会吧，不是说会分同船和交船两个方向吗？是，以前是这样，分到同船呢，不还需要做交船，但分到交船呢，不一定需要做同船。但感谢你们的程主任吧，他提议同船交船两门报，同事向高分院提出，只要你们一转正，立马加强同船，全部进行下次培训。啊，我的天啊，还让不让人愉快的玩耍了啊？唉。 谁知道呢？参加完瑞士，居然回来就这样，神神叨叨的，不就参加了个紧急外事救援吗？有那么了不起吗？啊，追了。 考完了，你实习生考的挺不错的，是吗？人呢？已经走了。恭喜大家实习期顺利结束，今天可以休息了。结果会电话通知各位，并在网上公示。小飞，主任，跑这么快？ 怎么了？没考好啊？没有，正常发挥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看你掉这个脸，我以为你考砸了呢。我有点头疼。那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接下来，我就要主要训练你进同船箱了，由你收。真的要进同船箱？当然了，虽然在高帆院，交船比同船更重要。 但是在我的教学理念里，你应该交船同船一起走。你反应快，记忆力又好，你应该把同船作为你的主要特长。如果我进不了同船箱，你会很失望吗？不止失望，还很绝望呢。行了，别有那么大压力了，这不有我在呢吗？再说了，你能不能转正还不一定呢。赶快回去休息吧。 同声传译，简称同传，也称同声翻译，同步口译。通常是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者讲话的情况下，不间断地将内容口译给听众的一种翻译方式。同声传译员通过专有的设备提供即时的翻译，这种翻译方式适用于大型的研讨会和国际会议。 通常由2到3名译员轮换进行。那么接下来，我想请同学们进入同声传译的这个黑匣子进行实地的体验，两个两个的进入。门关上，大家戴上耳麦，这是体验，速度很慢。 难度也不高，每个人2分钟啊。乔飞啊，该你了。
乔飞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老师，我有点心慌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要不，到学校医务室去看一下。嗯。还行吧，心上没问题。你具体的感觉是什么？一心慌我就结巴。在同窗箱里吗？一关上同窗箱的门就这样。幽闭恐惧症。你平时在电梯里也有这种状况吗？没有。那怎么会呢？你为什么会怕同窗箱呢？你怕同窗箱，怎么当翻译啊？你别灰心，学习阶段是不会考同传的。将来进了高翻院，专业需要才会考同传。老师你好，高翻院分同传和交传吗？当然分了，高翻院主要是交传，因为收的是小语种研究生学历。同传一般本科就直接实战了。怎么，你想主攻同传吗？那可以只做交传不做同传吗？有只做交传的，不过都是很资深的了。同学，你到底报不报名啊？招考竞争很激烈的，你还挑肥拣瘦啊？不管了，高翻院是我的梦想，先考进了再说。这个贴门口放啊，放客厅。回来了，考怎么样？哇，惊心动魄呀！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现在进去。要不来我这坐会儿。谁说王旭东了？人家说的是傲天。傲天又是哪一个呀？他是一个偶像演员。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不能跟你说，因为我们玩的是地下情。可是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要死了，你别拦着我。我觉得你不会死的。你看你摔都是捡便宜的摔，贵的手机啊电视都还好好的。你别闹了，我也挺累的。等一下，高晓明搬到对面去了。我知道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就你非得让我们见面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哎，那个考试考怎么样啊？喂，妈。菲菲呀，你考的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放心吧，我一有空就回去看你。不用了，火车票挺贵的，别浪费钱啊。没事的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咒妈呀？行了，不说了，你顺利就行。我累了，我去午睡了啊。啊，好。今年还赌吗？我出100，赌第一名是乔飞。你这没意思，乔飞考不进的赔率才最高的，好吗？别逗他了，他正烦着呢。因为乔飞啊。主任。主任，有些个闲言碎语啊，实习生跟着传一传，你们就不要为了这个事儿开玩笑了。我不希望部门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复杂了。你呢，把这个发一下。哎，好。难得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，去我那儿涮锅吧。好啊，佳阳一起啊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俩谈恋爱，
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我能看得上他长得跟中学课本插画似的？说谁呢？插画好啊，明了直接。那你真不去了？我也没兴趣。我真不去了，今天晚上有点事儿，咱们下次啊。我发现一怪现象。是吗？程家阳从什么时候开始嘴没那么损了，开始帮我说话了？别误会，我说插画好，没说你好。听到没？没。你还来干嘛呀？别再来找我了。佳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来的正好，省得我电话通知了。以后就叫阿姨啊，到这儿来给我做饭吧。我搬这儿来了。你走。你看，都在了。你们这都什么关系？排着队来。菲菲找你的。听说你跟王菲谈恋爱。你松手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是我什么人呢？我是你爸爸。你出去。你什么手？脾气呢？谁愿意管他呀？你还进去吗？喂，佳阳，你最近是不是挺忙的？上次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也没接。哦，我最近高翻院的事儿特别多，我都没怎么看手机。没事，你什么时候来苏黎世啊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啊，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觉得挺好的。我在想，是要寄给你，还是等你来苏黎世的时候我拿给你？那你寄给我吧。怎么了？你最近不来了吗？是院里计划变了？我现在还都没有做好决定，到底要不要去呢？为什么要犹豫呢？这不是你一直所希望的吗？放心不下家里。我觉得有很多事还没处理好。佳阳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总感觉我跟恋爱好像没缘分。别瞎想，时候到了就一定会有的。好了，你赶紧睡吧。书我寄给你，你就好好看。嗯，晚安。要是跟你说了，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？你说吧，反正我现在也瞧不起我自己呢。你说，就连像王旭东这种混蛋都知道关心我，他傲天就不会吗？虽然我知道傲天他是这样的人，可是我就是犯贱，我就是放不了他。你说我喜欢的男人怎么都是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呀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以前高佳明是这样。现在傲天也是这样。吴佳怡，吴佳怡，
你说你这几天都要死要活成这样，那傲天他拿眼皮子夹过你一下吗？有吗？你还不面对现实呢？在现实面前，人就得面对。你看我，我都已经快要放弃了。放弃程向阳啊，高翻院。我这样的，我就算转正，我也没办法同船。你说我多可笑！程江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那什么狗屁理想，我就是为了考而考。我把自己生活弄得一团糟，我还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充实呢，可笑吧？菲菲，咱俩情况不一样。我呢，一直都想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，可是最后我真正喜欢上的都是那种有才又帅的。有才气又帅的男人，只会让人伤心难过。可是菲菲，你不一样啊！你烦恼的是事业，事业是不会抛弃你的。而且之前你为了进高翻院做了这么多努力，现在临门一脚，你不能放弃。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是不能同船，我恐惧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本来还抱着侥幸心理，我觉得我可以进交船的。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面对程家阳，如果他知道我不能同船，他会怎么想我？还有最糟糕的，你想听吗？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上他了，都怪你，你老在我面前什么人模人模人模的，这能怪我吗？都怪程家阳，他给你使美男计。你说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我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程家阳。走啊，我把你骂出去。你骂不着他了，他已经被外派到瑞士了，而且你知道这消息我是怎么知道的吗？我还是听高佳明说的呢。你看，我对于他来说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是。